封号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惩罚，在目前的游戏中，只有使用外挂才会触发这种惩罚，其余情况你只要稍微注意一点，那么基本不会有什么封号的风险。但是最近的一件事却让玩家们愤怒了，他们感觉自己被策划和关系户按在地上摩擦，这种行为真的很气人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。这也让官方的微博变得非常尴尬，不少人都去询问是不是只要认识策划就能为所欲为，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。具体情况就是 A 觉得 B 也就是邮差本来可以平局的局，却从开门直接跑到 VIP 去送，最后导致比赛输了，被对方女巫三抓。然后呢， A 就觉得 B 是演员，接着反手一个举报将 B 给封了三，然后事件就开始发酵了，上升到了两边的粉丝争论问题上了。先说一下 A 是主播， B 是职业选手，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，正常的人都会觉得 B 不应该会跑过去送的，毕竟作为职业选手，对吧？但事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B 确实从大门跑到 VIP 去了，然后也确实送出了三抓，可是最后这个事件依然有反转，那就是 B 把完整的对战视频发给策划后，最终这个封号三天给解除了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一局 B 并不是演员，至少策划看完完整视频后是这样认为的。当然这边我也没找到完整对战视频，我们就针对这一件事来说的话，我只想说普通玩家的举报就是放屁，要举报还得主播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的举报有成功过吗？